歌让你们休息一下，唱我自己的歌，抒情歌。这首歌比较比较舒服一点，也是我自己写的歌，是我上一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叫做《凶爱一的狼》，希望你们会喜欢。爱什么狼哦？这唔好，哦是爱大家啦，对吧？但是我当作你咧讲，我迄凶爱一的狼是对一个人。好，我等一下再下来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哦，这个新年快到了，先在这边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好运财运隆中来，龙年行大运，然后顺心平安，谢谢大家，我是郭中佑。
谢谢，再次谢谢中佑啊、哦！哇，现场的很多的粉丝呢，非常的热情，还很渴望跟中佑拍照。那我们拍照的乡亲朋友们，再请大家哈、哦、要注意一下安全，配合今天是蝴蝶公园艺术灯节的活动，现场呢为了展现我们灯节各个区域美轮美奂，所以确实今天的整个公园里面呢，我们的灯光会比较暗一点哦，所以再麻烦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在这一次的这个灯节当中呢，我们除了有超过10个不同主题的灯区之外呢，还为了振兴西螺的经济哦，在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希望在外地的游子或者是在西螺以外的市民朋友都可以呢趁着灯节以及趁着过年的连假期间来到西螺玩，体验一下西螺在地的美，在地的好。所以呢，包含到我们的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从下午的3点就会有新春市集，现场好吃好喝好玩好好买。同时呢，我们除了市集之外，也感谢云林县的街头艺人协会，会派非常多非常多优秀的在地的街头艺人轮番上阵。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五5天的时间，从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9点，精彩不间断。同时呢，为了让我们在西螺以外的县民朋友、市民朋友们来到西螺可以好好的、好好的玩，所以呢，我们这次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哦，就是针对活动期间有搭配西螺在地的住宿，我们还特别送了一个限量的西螺龙门宴小夜灯哦。哦，所以包含在这次合作的旅馆呢，有七彩湖汽车旅馆、道和民宿、后街民宿、米都商务饭店、川田府邸民宿等等。好，让大家呢来到这边，不止玩的痛快，住的也很舒适，可以借由呢灯节一直到2月29的平日假日，以及呢我们过年期间，欢迎大家呢呼朋引伴来到西螺，所以也邀请呢乡亲好朋友们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西螺镇公所我们的粉砖，还有我们廖秋平廖镇长我们的粉砖，好、哦，粉砖上面呢都有非常多精彩的活动呢来跟大家一一来曝光。啊，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我们的乡亲朋友没有拿到我们的这个爱心发光棒？没有拿到的可以举手吗？我看一下，哦，这么多，好好好好好。小桃呢，虽然没有像中佑那样子有海报发给大家哈，我考虑一下未来啦，因为常常来到西螺哈，以后为了西螺的乡亲来准备一下海报。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灯节，所以呢，我就代表跟我们的工作伙伴呢来凹一下哈，送给大家这个发光棒。那我们呢，因为数量有限，我们用有奖征答的方式，所以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同。